怎么受伤的总是我呀？你老公又发什么牢骚了？我这样了，你还不是你整的？每天急得我喘不上气来。那他为了保护你更稳哈。我不想天天吃那些苦呀。到时候你给我一瓶凤凰绝代的美酒呀。但你看现在我28岁，像50岁一样。哎，你付出这些都是有回报了，以后只有能拿冠军呀。终于拿冠军了，这么些年辛苦你了。我怎么还哭了这？我之前还不理解，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我付出是有意义的。爸，拿冠军的脚，那么跟我奶的脚是一样的。可是孩子没听见词，不然那脚指定跟隔壁男主一样的。